第三是多杰羌佛办公室第16号公告，请告诉你们的电子邮箱地址。鉴于第三是多杰羌佛办公室不断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闻法上师和非闻法上师的佛弟子的信函，说明由于各种原因造成障碍，使他们无法看到第三是多杰羌佛办公室所发的公告和说明，为此很多真实的情况都不了解，造成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给他们带来误导，希望我们办公室直接将公告说明等发给他们，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为此第三是多杰羌佛办公室特公告所有的仁波切法师、阿舍离闻法上师、佛弟子和一切大众，请你们将你们各自的电子邮箱地址 email 到 dcb3office@gmail.com， 办公室将把所有的地址都放在办公室的通信名单上，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平等无差的发给办公室的所有公告说明和转文等。第三是多杰羌佛办公室的宗旨就是秉持第三是多杰羌佛的行愿，众生的一切造业罪过由我承担，我种的一切善业功德全给你们，弘扬真正的佛法，即是第三是多杰羌佛和释迦牟尼佛的佛法，利益一切众生，绝无半点私心杂念。第三是多杰羌佛办公室2010年9月5日。